大家去交流嘛。那个我就是那个已经很久没有看过白天的访问的人。那因为本身工作做设计，所以我们大部分看的是漫长的黑夜，然后到日出嘛，该睡都来。那我们刚好这礼拜刚出刊第三期，我们双月刊，所以这礼拜就都没有在睡觉。待会我不愿乱讲话，大家不要把我。这是按下一页就差一个，废话。肺炎，一句肺炎，所以说今天过完就是明天。然后大家可以叫我叔叔，所以你说的叔。哎，在座大家都是大学生吗？哎，二十五岁以上。不要这样。哈哈哈哈哈。好的，二十五岁以下的，所以大部分都大学生嘛。好，我也是，差不多就是毕业差不多十年的学生这样子。今年29年，今年30岁。好，先自我介绍。我2008年毕业，然后毕业以后其实我是做一个设计部落客，然后自己接案在接三年多。因缘机会在2011年的时候开始做猫咪。大家知道猫咪是什么吗？好，反正我家现在大概有30只猫，然后这算完是31只。然后这几年下来大概5只，所以25只都是要送的。然后我之前算了一下，这3年来我平均一个月送出1只猫。就这样子几滴这样。好，然后12年的时候跟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设计公司，叫毛毛设计。我们工作我们也是一个平面设计。好，那今天跟大家讲是2013年的时候，我在公司发起了一个计划叫做“我”，然后这是一个关心流浪动物的计划。然后到2015的时候，保持你现在，我现在身材是好的。好，有到5号的举手。谢谢大家，多少？有领奖动物的，2位、3位、4位左右。有去过所有粉？蛮多的。有看过《12夜》这部纪录片的？大概3分之1。不敢看，买了不敢看。很多人是不敢看，但是不敢看的话，你不去看，你也不会了解问题所在，对不对？所以，现在已经 YouTube 已经可以选整片给你看，待会儿不去看，不行一定要去看，不然我嘴巴讲的最好了。听说中途是加了进去是吧？OK， 所以大家了解中途在干嘛？有听过贴吗 ？OK， 大概1/2。有没有爱心妈妈、爱爸爱妈？比较少。爱爸爱妈就是泛指那个你在街头喂养，然后有时候你可能会成立工厂把这些动物带回家的这些一群人这样子。那通常因为大家觉得他没有爱心，就简称爱爸爱妈。你对流浪动物的设置是什么？好，所以大家就大概知道。所以我今天简报其实内容蛮多，所以先说一下，因为是说在社交上很清楚。我穿满鞋子。有没有哪个你一定要听的？你直接画起来。可以啊，接着吧。哦，好，这个我大概可以花30分钟。好，这边我想问天啊，还有吗？可是我今天想播播呢。
文字本身是中性的，但是因为你的话语或因为你的主观意识，会觉得他怎么样？对，这件事证明这件事情，为什么流浪狗不流浪？不流浪一定要很可怜？好，所以这是我们普遍对他们的印象啊。那也许他真的很可怜，在台湾。好，那为什么他会被称作流浪狗？没有家，没有四主。那反过来问，为什么要动物不要家？动物怎么来的？这些猫猫狗狗的，人，人生的，怪怪的，你要让我看乌龟吗？我们可以从这个工业，从如果十八世纪工业化以前好了，以前是社会耕作的时代，农业社会，那我们会利用这些动物去帮我们耕田，利用它们去帮我们狩猎、打猎等等的，所以在非常非常久远以前，我们跟这些动物就有一定的互利关系。我们训练它，我们发现，这个品种适合帮我狩猎某一种动物之类的。好，所以开始有育种的行为，就是现在所谓配种，这是最早期。然后到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期，那时期非常浪漫，然后非常贵族，然后很丰饶的一个时代，所以呢。大家开始欣赏艺术，大家开始听音乐，贵族开始享受生活，同时大家开始育种这些狗狗的品种，因为它变成一种玩物，变成一种兴趣。所以这个时期出现了非常多这种品种犬。OK， 那一直到现在，生产过剩，民众的观念不同，弃养的问题越来越多，导致这些动物也会不健康，这可能是一个起因。好。所以我在新竹老家一只猫，你们觉得它看起来流浪吗？其实不会嘛，吃的胖就胖成这样，跟我一样委屈。所以有些动物其实，如果它本来就在那边生存的，我们说那个可以弃养的犬猫，它在野外生存，然后繁殖三代五代以后，它就变成所谓的野地犬。OK， 它就在那边生活了。那也许他的生活环境 OK， 他的食物来源充足，有人在喂，然后他也没有会遭受什么样的天敌或攻击。那他在那边生存 ，O 不 OK？ 他一定要有家吗？好，所以我们可以思考几件事情：宠物跟流浪动物的差别是什么？有饲主没饲主，有家没有家。那大家觉得流浪听起来很负面，所以我们不要叫流浪汉，叫街友。那街猫、街犬、街友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好，那我觉得在网络上找了一些照片，我觉得看了以后，我觉得不只是说你同情它，你会觉得说这样的画面其实很 touch， 你会觉得很感动。不管今天他们生活是怎么样，但是他们在一起生活，那你会觉得真的很不快乐吗？或者怎么样？不一定，有些在外面，它可以。天地为家，也许你在你家的一个几平的空间里，还很快乐。也许生命短了一点，所以流浪不一定特别好。那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啊，这流浪动物最好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有饲主啊，都要有个家，这样台湾流浪动物才有办法解决。但真的有办法吗？那我一个月才送一只猫哎。好，所以这个饲养的行为到底是什么？有时候它是不是有一种占有的感觉？我今天要养你，我今天觉得它好可爱，我想。我觉得他好可怜，那他有跟你说，赶快抱他回家吗？没有，当然他不会讲话。好，在我们在养动物过程中，很常有这种主从关系。我是主人，你是我的宠物，所以我要训练你，我要教你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常看到人家带狗狗，然后你的第一反应是，握手、翻滚、摊肚什么的。那其实这些在动物行为学上面是完全。不需要的事情，完全违反动物天性的事。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娱乐、好玩啊，觉得哇好听话哦。对，那这个事情是 OK 的吗？还是它只是满足人类的愿望？利用误会刚好提到了。那我觉得我做中途这几年下来，一直觉得我在做的都是生命教育。今天他们没有办法，用言语传达他的情绪，但你不用肢体语言。你要试着进入他的生命去了解他一下，他其实也试着在进入我们的生命，试着跟我们
一个和平共存的状态。那我觉得，无论你有没有想要养宠物，你起心动念觉得，哎，我今天想要养的时候，你可以思考这十年、二十年来我要怎么跟它做交流，不是只是说好好的把它带回家这样子。好，所以台湾现在流浪动物现况怎么样？业者供需法则嘛，所以刚刚从19世纪到现在，市场有需求，所以就会有业者供给。台湾大概有合法登记立案的繁殖业者大概1600多家，这已经几年前的资料了。每年大概生产16万只的幼犬进入市场，但是呢，每年收容所安乐死的数字大家知道吗？这十年来大概每年收容所安乐死10万只的犬猫，当然有一部分是流浪，但是你会觉得说，哎，那么多的生命被制造出来，又这么多的生命被结束掉，为什么会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好，饲主呢？大家觉得品种是好的吗？大部分品种都是近亲交配、近亲繁殖，然后来保持它所谓的血统纯正。那换来的快速基因没有变异嘛，所以你就会有自己的缺陷。但是大家没有看到那个什么，大家觉得说啊，这个叉叉犬好可爱，叉叉猫好可爱。那民众我们对生命的价值的态度是什么？那政府呢？政府扮演什么角色？在过去，没有动物法的时候，已经有流浪动物了。那流浪动物跟人之间造成冲突，然后我觉得它好脏，它不应该出现在我家门口。哦，我觉得它会追人，会追我家小孩，怎么样？我需要它不见，要被移除。那政府是用什么法令？在过去，流浪动物比较废弃物清理法，所以就是有清洁队 ，OK， 然后用完全没有任何动保观念的方式去做捕捉，然后送进收容所。那到近年来动保法甚至现在开始做了修法，在今年初的时候，所以渐渐在进步了。好，那台湾虽然我刚说的基地案有1600多家，但是里面有几家是真的是状况 OK 的，不是说他有的基地案就是 OK 的，因为政府没有做稽查，过去没有做稽查。那这个都是被民众检举，然后可能或是民间团体、动保团体去查获的一些私人收容所，那个环境是非常糟糕的，非常恶劣的。对啊，然后呢，品种犬的繁殖就是这样，从公种母生到不能再生以后 ，OK， 整批丢到河堤。这是今年，其中16只被生成种，这些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这刚提了，那16万只进入市场，然后这个数据在2011年的，我们直接看第一行，政府捕捉只是88000多只，最后死亡了，人道处理都安乐死嘛，那我们讲屠杀，50%至少一半，但你还有加上什么所内死亡，你加一加7-8%，对不对？我说这十年来年代10万只，到这两年少了一点，大概6万只还是这样，这个是事实。所以我们不去看，不代表它不会发生。对，但是你去看，也许很难过。但是你会知道，原来真的有这么多这样残酷的事情在发生。所以我每年都会去宠物展绕。那，宠物商机非常大，现在一年在300亿的商机。那当然，其中这个繁殖大概占了20-30%，还可以算一下，那个产值非常大的。那所以那时候我就心有所感，第一年去，哇，蛮低的一个路。第二年可能满地拉拉，然后在最近某个贵宾，那你就不禁会思索，那到底这些生命是怎么来的？好，那不可避免啊，都会的发展嘛、啊，那我们的生活空间要跟这些动物怎么取得一个平衡？我们今天就是在这边改成，那如果把这边生存了，它势必就要被移除。对，所以这是之前那个台大的怀先生他们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有讲座，有表演，然后电影方面等等，非常棒。那就是探讨说，都市发展下，那这些动物的生存权怎么办？好，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还会不会去动物园啊？我个人是大概十多年没有去了。大家记得吗？阿和，
对，天马牧场非常糟糕。那个在闪的意思是，我可以准备开始了。是我后面还有大概60页。再给10分钟可以。哎，大约再给我10分钟啊？可以。可以吗？好。真的吗？可以啊，乱讲的吗？好，谢谢。OK， 那你看我们初中人都在干嘛？你有进入，你有真的在做所谓的生命教育吗？他们真的有在做所谓生命教育吗？你进去，哇，我认识了各个物种，知道它的习性，没有？那我们真的吗？我们可以花2亿去盖一个企鹅馆，但是我们的台湾黑熊在几年的水里面死亡，没有人知道。所以台湾的动物园都是为台湾生态园区叉叉。都是以商业利益考量的优先，没有什么真正的生命教育在里面。好，所以我就在想几个事情。我们对动物的爱，那个爱到底是什么？对，因为爱而起，所以我们认养了一只动物，或者我们买了一只动物。对，然后呢，有些状况是当你爱超过了界限。大概每2到3个月就会发现，叉叉狗场面临断粮，叉叉狗场主人那身体住院，然后有上百只的狗没有办法照顾，这每2到3个月就有这样的新闻。那这在国外已经变成一个病症群，叫 animal homeless， 就是动物可怜精神。他的爱心过度泛滥，他觉得只要在野外的都很可怜，我都要把他收回来，我都要让他有一个家，但那个家到底 OK 的，不晓得。那你会看到这些狗旁边是一两个人，然后雇上百只的狗，那样的生活品质会好。对，那讲白点，杀手的团购就是要大量的施工社会资源，再去解救那些狗。那这样的循环其实是一个不健康的循环。然后呢，有些人爱到扭曲了，所以出现一些虐养的行为。然后最后有一天，你忘记了他的初衷，为什么当初要爱他，然后你就选择弃养。用这个信仰，这个动物就变成社会问题。那想跟大家分享这短衣跟蛋宝合唱一首歌，在最后早晨，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听听。好，所以到底要怎么解决问题？我觉得生命的价值观，你的生命的价值观，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件事情，对吧？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个生命？今天我们还不用去谈到太多，我要怎么去影响，我要怎么体验啊？我要怎么做？简单说，我们能不能尊重这个物种，它生存在我的周遭环境，它就已经在那边生存了，对啊。那我要怎么跟它互动？我可以怎么互动？对，就跟这些事情有关。怎么看妈妈带小孩，如果在街上遇到流浪狗，通常会怎么有什么反应？可能拉近一点，因为他怕流浪狗会攻击。叫小孩不要接近。那其实这个潜移默化在教育我们的下一代，这些物种是很可怕，这些物种是不应该出现的。发现到每个人都每个讲者都有去过，刚好我也去过，好险！这大家都看过了，这是印度圣城嘛，甘地说的，每个国家的人道德都来讲过，就从他们怎么对待人权这样。那你这句话说的好，超过了。那这边是我做中国的一些经历，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看到没有？好，所以我自己做中国做了。3-4年下来，我一直在做这些事情：喂养、救援、医疗、结扎、送养。做台湾动保也都在做这些事情啊。4-4年下来，其实你发现改变不大。为什么还是这么多流浪狗？救也救不完，对不对？所以你要从源头讲，源头去找解决办法。那就是这些事情。大家对生命的认识，饲主有没有负起他的责任？动保法规。好，跟大家分享德国1986年。这个是入法的，他们认为动物跟人类的合唱可以创造人的生痛苦之声。他们是立在一个生命平等的状态，所以德国没有流浪狗。因为他用人类的标准在看待这些动物，在照顾这些动物。好，那台湾那就肯定不 KPI 了。那我们还把它分类了，包含经济动物、实验动物、宠物。为什么会有这些分类起来？这个也是在打。好，终于讲到窝窝了。想要发起窝窝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刚提到爱
们希望说一些，不要去探，不要再探讨说你到底是害动物或是不害动物，然后很多的对立。那其实我们想要做的就是说，让更多人来关心这些事情，不管你爱或不爱，你关心它，你可以提出你的看法。好像野保跟动保，野生动物，这礼拜公司有播嘛？如果流浪动物进入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时候，它会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哇，那怎么解决？那这跟爱不爱、爱跟不爱已经没有关系了。大家都想啊，那是动保人士的关系，动保好像是动保人士的特定领域，然后与其他人无关的。不是啊，那是人跟动物跟环境都有关系的事情，这每个人都要去关心。好，所以我一开始在公司发起的时候，2012年，那时候我是做平台，然后做了平台以后，后来我们办活动，我们办 free hub， 办流浪动物插画展，还有摄影展等等，然后做一些文创商品。没有发现我们没有去做那个后端，那个很重要，但是可能那个超过我们能力。我们试着用一些不同的角度。今天你不关心动物 ，OK， 但是你可能你的兴趣摄影，你因为当摄影作品，你想要去了解故事，然后你开始关心动物，这样就 OK 了。好，那到今年我们回过头来，其实我本业做网页设计，回头来做播报包是蛮变态的事情。那播报包心路历程呢？专刊的人还在吗？好，如果以后混不下去，欢迎。希望说不过可以乐观一点，让大家说，你来看这件事情，其实它是可以很正向的，是可以很有力量的。那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去关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就是说这个那时候高雄青岛，大家会关心人的事情，能不能再关心动物？好，那猴童，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观光胜地，我要去那边玩吗？但是那边非常多的问题，有人会去那边弃养吗？还有人去那边偷猫，那边的猫有很多不同的人在照顾，照顾状况好吗？不知道。然后我们透过设计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去上课，去跟大家分享知识性的东西 ，county signal 狗狗的安全讯号，然后我们去搜索，然后听讲座，然后做自己的一些文创产品。好，所以今年4月的时候我们创刊。然后店家都看见是了解的第一步，好，那希望阅读能够改变人心，因为网络上我们在接受资讯的方式，资讯太爆炸了嘛，所以你看这些内容能常的话，被标题吸引，然后点进去之后，哇靠，被骗这样子。我们给一则讯息，或一篇文章写到，maybe 3到5秒，有兴趣点10秒，但你划一划，把它存到手机，然后东西再给你打开。动保事情是这样吗？大家看到哇。虐猫人群情激愤，开始干掉他，有没有？但今天我怎么发生这个事情？而且发生事情，我们社会发展越往前，这个事情越来越多，社会案件越来越多，不是虐猫啊，对不对？我们要去探讨背后是什么，这个社会结构、社会脉络出了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用纸本的方式，想把一件事情好好说清楚。然后一开始去在运动。还有应该是，好，我今天带3本啊，然后待会我们拿出来，大家可以随便翻阅，如果大家有空的话。那第一期我们就讲接犬医生，流浪狗的医生是什么？它从生老病死，它会面临什么样的状况？大家知道现在很多乡道犬吗？台湾在中南部还很多会。第二个，我就不爱他们不行吗？写给谁看？写给你认为我不爱动物的，或者说我对动物没有感觉的，但是为什么？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你要去爱，对，你可以不爱，但是你要怎么关心它们？所以，我们试图在描绘爱跟不爱之间的冲突。好，然后最后我们这期刚出炉的，欢迎大家到诚品支持我啊，不要到诚品，到独立书店好吗？诚品诚诚不虚，好吧？
就讲，其实有很多的设计师，然后在座有学设计的，每年新加设计展，其实我发现越来越多学生开始用设计的方式去关心这种东西。所以刚刚讲那个 design thinking， 设计思考的那种 problem solving， 你工程图，你透过设计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好，谢谢大家。